我是李鼎导演，我是台客君豪。我们俩跟你们大家一样，都有心中一个到不了的地方，但这一次我们想跟大家说，我们到了，而且带着直线加速之王，我们一起到了这个到不了的地方。一趟饱览台湾美景的旅程，也告诉你两个大男人的重机环台之旅。因为骑车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第一个速度感当然是很直接，但最棒一点就是旅行最棒的是你到每一个乡镇，你会闻到不同乡镇的味道。李鼎、许君豪骑着直线加速之王，不只有嗅觉的体验，还有前所未有的速度感，就很像电影里面那种穿越时空，你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那时候也觉得说，好吧，就算这个叫危险，这叫恐怖，没关系，我就让一个人这样子扔扔扔，然后我立刻可以穿越时空的话，很好。可是第一天晚上我就后悔了。异想世界带你就地重游，一起回到到不了的地方。6月9号、10号下午4点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